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再来聊出土资料中的秦始皇。先说一个最惊悚的推论，秦始皇可能看过失传的易经，而且还可能是不亚于周文王的易经高手，算命算得神准。具体的故事呢，大概是这样的。1993年3月，湖北江陵在楚国故都东南边的一块台地上呢，有渔民在挖鱼池，一不小心就挖出了古代墓葬。经鉴定，这是一批距今2300多年前的秦代墓葬，其中15号古墓呢，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竹简。当时墓室里的情况大致如下，尸骨早就已经看不清了，竹简堆在棺材的西南角，一件一件的清理呢，先是取出了随葬的木盒陶罐，然后是800多枚秦代竹简，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再往下清理呢，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见过的试盘。试盘是一种占卜用的工具，先前出土的汉代试盘大概长这个样子，目前还没有失传的六刃试盘大概是这样的。但是这里的试盘非常奇怪，首先它外围是一圈符号28个，专家们判断这是28星宿，接着内部四周呢，竟然是金木水火4个字，土字被写在了正中间。这种五行排列的方式非常怪异啊。还有更怪异的，那就是五行之外又写了一些月份，以及试盘的背面呢，阴刻着一些一字形和 L 字形的未知符号。清理出来这个试盘的时候，现场的专家们就在断定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秦代的占卜大师，同时他所使用的占卜工具怪异，那是否意味着他掌握着某种我们今天已经失传的占卜方法呢？继续往下清理，果然又出土了60只算轴，一端是骨制的，一端是竹制的，还有红漆和丝线的装饰，非常的精致。这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程序员的那个奢侈品手工机械键盘，看来这确实是一位秦代的占卜工程师啊。所以那他带到墓穴里的那些竹简会不会也是什么重要的占卜教程呢？专家们越想越兴奋，继续清理，果然又出现了23颗谁也没有见过的木头骰子，立方体，有19颗，在6个面上呢刻着1、2、3、4、5、6的数字，其余4颗呢6个面上分别对刻着3组1和6，看来这也是某种失传的占卜道具啊。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破译那800多枚竹简上的内容，这项工作持续了大约20年的时间，直到2015年的时候，专家们才确认竹简上记载的内容竟然是失传的易经。说到易经与八卦，相信大家都听过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甚至是先天64卦等等这种玄之又玄的词汇。其实如果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整个易经体系大概是这样的。远古夏朝之前呢，最原始的中国巫师们不知道从哪里掌握了一套可以预知未来的占卜技术，然后到了上古伏羲氏的时候呢，伏羲做64卦，被后世称为先天64卦。这64卦的占卜方法呢，被叫做易，然后易的方法和技术就一直在巫师群体内秘密流传。大概流传到了神农氏的时候呢，神农氏就让人们把这个易写成了一本操作手册。因为神农氏也叫做烈山氏、连山氏，所以这本先天64卦的易之操作手册呢，就叫做连山易。传说连山易有80000字。后来巫师阶级扩大，连山易这种高端技术呢，并不是每个巫师都能够掌握。于是大约到了夏朝以前，就出现了一本连山易的低配版本流出，叫做归藏易。归藏易4300字，大大简化，操作参数也从64卦锐减到了8卦。这套归藏八卦也被称为先天八卦。再后来呢，到了夏朝，传说夏朝的易很繁琐，而商朝的易相对简单。再到了商朝末年，我们知道有个西伯侯叫做姬昌，他是个易卜高手，能够算出自己大儿子的死期，也能够算出自己二儿子的未来。卦象中显示二儿子会中断商王的祭祀，这就让商王有点烦，于是就把这个姬昌关了起来。姬昌就在监狱里呢，写下了自己的易卜手册和八卦工具。果然这个姬昌算得很准，他的二儿子后来真的用推翻商朝的方式帮商王中断了祭祀，二儿子建立了周朝，
又追封自己的父亲为周文王，然后周文王传下来的这套手册和八卦呢，也就被称作周易和后天八卦。所以易经的真实含义至少包括三个版本，上古时代的先天六十四卦及其操作手册连山易，中古时代的先天八卦及其操作手册归藏易，以及周代的后天八卦及其操作手册周易。但很不幸，秦始皇之后呢，连山易、归藏易这都已经失传了，就连周易也已经变成了半本看不懂的天书。到今天我们说起周易，感觉都是玄之又玄，但事实上我们的易经呢，只是周易和文王后天八卦的皮毛，而文王的后天八卦和周易呢，这又很可能只是上古先天六十四卦和连山易的皮毛啊。所以江陵这座古墓里出土了失传的易经，是不是非常振奋？它会是哪一个版本呢？专家们后来考证出来，它就是传说中的归藏易。看来归藏易所使用的道具、五行、算轴、算盘都和今天不一样，而且还有我们闻所未闻的23颗骰子道具，这究竟是怎么使用的？目前专家们也在破解当中。但是有一件事专家们从这些竹简中读了出来，那就是一个著名的天文现象，它叫做荧惑守心。史记上说，荧惑守心，东郡陨石和金莲主龙死，这是秦始皇去世前出现的三大预言。荧惑也就是古文中火星的意思，守就是留守停留的意思，星就是星宿，今天天蝎座中心阿尔法红巨星的意思。古代天官们认为，一旦出现荧惑守心，那么这年不是战乱就是皇帝出事，大凶之兆。然而史记中记载呢，秦始皇去世的前一年出现了荧惑守心，接着又有陨石在东郡，也就是今天河南濮阳的地方坠落，落下来一看，上面还有字写着始皇帝死而地分。这还没有完，被派出去调查陨石事件的密探没多久就回来了，不仅没有查出刻字人是谁，还带回来了更恐怖的第三条预言。密探说自己路过华山的时候呢，一个神秘人上来给了自己一块玉佩，还说请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镐持军。使者不明白，神秘人又说今年主龙死，突然就不见了。然而当秦始皇看到这块玉佩的时候呢，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正是自己八年前扔到长江里的祭品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后来史记把今年主龙死解释为主龙就是秦始皇的意思，所以史记也说这连续三条预言非常精准，秦始皇果然在转过年的七月丙寅日就去世了。然而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期节目分享过的那个周家台秦简吗？发现秦始皇应该叫赵正，日历上的正月被涂改为端月的那块秦简，其实这份日历还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秦始皇死的那一年根本就没有七月丙寅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在这里动了手脚，而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究竟想隐藏什么？其实很有可能他在继续隐藏秦始皇的真实身份。传统意义上认为，秦始皇是个焚书坑儒的暴君，或者是一尊神坛上的千古一帝。然而我们上期通过分享出土文献赵正书，已经破解出来了一个一言不合就哭鼻子的秦始皇全新形象。然而这个秦始皇为什么哭鼻子？这是因为他早就给自己算出来了50岁会死，只是具体算不出来哪一天，所以当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候呢，他才会哭着跟左右人交代后事。因此秦始皇真的会算命吗？而且这么相信自己的卜算结果吗？他用的又是哪一套卜算方法呢？本来我们一概不知，但现在江陵古墓里出土了归藏易，又联系到了荧惑守心的线索，然后再由现代天文学家破解出来荧惑守心的具体日期，很快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就浮出了水面。原来秦始皇很可能是一个能预知未来的人，至少和周文王是一个水平，因为天文学家破解出来秦始皇那会儿发生荧惑守心的具体日期是公元前210年的8月21日，再把这天带入到周家台那个出土的秦代日历中去推算呢，正好是八月丙寅日。所以你看出来这个故事的惊悚了吗？司马迁为什么要胡编一个秦始皇死于七月丙寅日？很可能秦始皇根本就是死于八月丙寅日啊，荧惑守心的当天呢、啊。
而司马迁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们秦始皇死于这一天呢？甚至还不惜把荧惑守心的时间提前一年，这全是因为司马迁不想让我们知道秦始皇其实是一个掌握着上古艺术的高端人才啊。同时司马迁也不想让我们知道上古还存在这种能够精准预言未来的技术。年三一规章仪为什么失传？周易又为什么变成天书？会不会正是一代一代的司马迁和秦始皇们的功劳？帝王们只希望这种恐怖的上古科技被自己一个人掌握，而司马迁这种协助帝王的史官们也有必要向大众隐瞒这种上古科技的存在啊。好了，故事分享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说了。易经、八卦、预测未来，这种上古科技到底存不存在，大家见仁见智。如果存在了，那么后面还有两个更加惊悚的推论；如果不存在了，接下来也有一个精彩的故事。我们先说如果存在的那两个推论。如果上古易经科技存在，那用今天的科学体系如何解释它？其实早在300多年前就有人试图解释过，是一个耶稣会的教士，他叫做白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1656年清顺治13年，白晋出生在法国利曼。1678年清康熙17年，白晋加入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中最重视科技，最喜欢满世界收集上古科技档案的教会。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比如搞天文搞预测的那个汤若望，画地图的那个利玛窦，造大炮的那个南怀仁等等等等，他们都是耶稣会的教士。一方面他们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技，另一方面呢，也从中国收集很多对他们有用的上古科技档案。到了1687年康熙26年的时候呢，白晋也被法王遣派到达了中国宁波。但当时中国的传教士实在太多了，康熙皇帝不准他们离开宁波，随时等候遣返命令。然而白晋托关系找到了南怀仁，又通过南怀仁的推荐呢，得到了进入北京城觐见康熙皇帝的机会，并且一下子就被康熙皇帝看中了，留下来委以重任。重任什么了？说出来非常夸张，他竟然是康熙皇帝欧式几何学的老师。康熙皇帝学得很开心，包括那个都市传说康熙皇帝很可能是学过牛顿力学的。这个传说的根源也在于白晋当时教几何的时候，也很可能顺着康熙皇帝的好奇心，顺便教授了一点当时欧洲都还比较新潮的力学给康熙。总之康熙很信任白晋，把大清国的皇家档案馆都给白晋开放了。还在1693年康熙32年的时候呢，赐白晋崇山平顶戴，让他代表大清国出使法国。1697年白晋抵达法国，他带来了康熙皇帝送给法王的49卷中国古代典籍。这49卷中国古代典籍中就包含一份中国民间早就失传的伏羲先天64卦图。为什么会有这个？因为和秦始皇、司马迁一脉相承，很多东西民间失传了，但并不意味着皇家图书馆里也绝迹了呀。白晋教康熙几何，康熙也顺便教了点易经给白晋。白晋被易经深深的吸引，他认为这背后的原理是二进制，就像这幅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一样，用零和一表示零到63这样一组二进制的数字。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晋又恰好在法王这里看到了一篇18年前未发表的论文，论文内容也是关于二进制的。而论文作者是谁呢？原来是和牛顿齐名、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莱布利兹。再一问，莱布利兹为什么迟迟不发表这篇论文？原来莱布利兹不知道自己发现的这个0101二进制数到底有什么实际用途，所以才一直搁置在法王这。听到这话，白晋笑了，他毫不犹豫把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和自己在中国发现的所有易经资料全部寄给了莱布利兹。终于在莱布利兹1703年正式发表他的二进制论文的时候，所使用的标题正是论只使用符号零和一的二进制算术，兼论其用途及其赋予伏羲所使用古老图形的意义。是不是相当炸裂？还有更炸裂的，那就是莱布利兹之后欧洲开启了易经热，他们用各种数论的方法去研究易经，研究到现在呢，他们发现莱布利兹认为的这个二进制也仅仅摸到了易经的皮毛的皮毛。易经并不是用阴爻和阳爻表示零和一，而是一个更高的维度，阴爻表示六和八，阳爻表示七和九。
这当中的运算法则也并非二进制的加减乘除，而是某种还未破解的更高维运算，而非四则运算。所以上古易经科技到底是什么？到底计算能不能预知未来？宇宙到底是不是如爱因斯坦所说，在大爆炸那一刻已经全部确定，一切都可计算，还是如量子力学所说，宇宙不确定，量子坍缩随意识而转变？也许这一切在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波文明幸存者伏羲他写下先天六十四卦的时候，上古巫师们就已经全部知晓答案了呀。好了，不能扯远了，再往下扯又要让大家回去看我们量子力学的节目了。我们继续说如果存在的第二个推论。如果上古易经科技存在，那同属于上古的修仙科技是否也成立了？秦始皇是否也掌握了？不难看出，我们上期通过分享赵正书了解了秦始皇的神仙信仰，他出海寻仙，五次巡游，修建陵寝，这很可能对应着上古科技中成为天仙、地仙和师姐仙的三大法门。天仙和地仙秦始皇都没有做到，那他是否完成了最次等的师姐成仙呢？很有可能是做到了，因为后世写汉书的班固很可能一不小心在汉书上抄上去一个当年司马迁写史记时刻意隐瞒掉的线索，这是关于秦始皇地宫的记载。汉书和史记对比，内容基本一致，就像是抄写的同一批官方档案。但注意，汉书在最后竟然多了八个字：中层官游，上层山林。上层山林好解释，前秦陵考古队长段清波段队长说，这是指封土堆上还有人工造林，很多陵寝都有这个配置。但这个中层官游是什么意思呢？字面上根本解释不通啊，考古上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封土半山腰还有什么观景亭台啊，这不符合已知任何的丧葬习俗啊。疑问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2002年，这年呢，借助遥感卫星，段队长他们第一次看清了封土堆之下的情况，原来有一个九层高台啊，高台上还有亭台建筑，这不正是中层官游的配套设施吗？是让秦始皇的灵魂在地宫中出游，眺看人间的建筑啊。所以秦始皇难道当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最终依靠秦陵地宫师姐成仙，还一直注视着我们这个世界？想想都有点瘆得慌啊，怪不得没人敢挖秦陵地宫。但话说回来，如果秦始皇精通修仙、易经等等上古科技，而秦始皇之后这些上古科技又逐渐失传，那是否意味着和江陵古墓里的那位易卜师一样，秦始皇也把这些珍贵资料全部带到了自己的地宫当中呢？包括秦始皇五次出游、封禅做法、祭拜八仙和蚩尤，以及流传给后世皇帝们的祭祀仪轨，这也都是有据可循的上古科技啊。具体内容我们会员频道细说，这里就不扯远了。我们接着说，如果这一切上古科技都不存在，那么出土资料中的秦始皇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秦始皇也有一个他不敢违抗的上级吗？听起来非常夸张啊，但是还是在湖北江陵，考古学家们又在荆州古城西边的张家山挖出了另一批竹简，竹简当中有一篇奏验书，验是司法档案的意思，所以这里记载的全是秦始皇时代的司法审判记录。当中有这样一个案子非常奇葩，说这一个女子在亡夫葬礼期间呢，就在老公的棺材板旁边与别的男人私通鼓掌。请问针对这名女子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孝？如果构成，又是否按照不孝弃市来审判？弃市也就是拉到市场上死刑立即执行的意思。我不太懂法律，大家就按今天的标准来界定界定，这名秦国女子会被判刑吗？然而看到这位女子的结局以后呢，专家们突然猛拍大腿啊，终于想通了呀。原来史记上有一个叫做毛娇救鼎的故事，说的是秦始皇的母亲呢豢养了一个大阴人嫪毐，嫪毐可以不用四肢也不用脑袋就转动一个巨大的车轮，秦始皇的母亲因此很喜欢他。后来嫪毐势力越做越大，还差点通过政变做掉了秦始皇，但秦始皇棋高一手，提前平灭了嫪毐之乱，因此牵涉到秦始皇的母亲，秦始皇就把自己的母亲赶走，关到了西边雍城的一座宫殿当中。这个时候很多秦国的大臣就站出来替秦始皇的母亲说情，但秦始皇一概不听，
但凡求情的，一律用荆棘鞭打，已经打死了27位大臣。然而这天呢，又有一个不怕死的专门说自己要上殿和秦始皇好好唠唠这件事儿。秦始皇一听就炸毛了，让人在大殿中央煮了一大口火锅，火锅正在沸腾，那个不怕死的大臣齐国客卿毛娇也就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大鼎旁边，然后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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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说完以后秦始皇竟然没有煮他，还立刻把母亲赵姬释放接来和自己一起住，同时又把毛娇升为上卿，委以重任。所以毛娇当年究竟说了什么？真的像史记里记载的一样是说了一番大道理吗？鬼都不信呢。但现在专家们看到了出土卷宗，看到了那个棺材板前男女鼓掌的审判结果，突然就懂了呀，毛娇当年一定是这么说服秦始皇的。原来卷宗上记载，这个女人的案子一直被呈报到了秦始皇面前，秦始皇看的都有点懵，估计司法审判这也不是秦始皇的专长，这方面的上古科技他可能有，但不是很熟悉。当时掌管司法的是丞相李斯的部门，叫做廷尉。这个我们原先在秦始皇的武器那篇故事里专门说过，秦国法律这也是像非常先进的上古科技一样，所以秦始皇就让中央廷尉们讨论这个案情。最终呢，经过激烈的辩论，廷尉们一致认为，第一，按照大秦法律，由于丈夫已死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这绝不构成任何违法犯罪，而且这个问题似乎根本不用讨论，当时整个秦国都是很开放的，这种事情不仅不违法，甚至连违反道德情操可能都不算。廷尉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二点，女子的行为是否对死去丈夫的父母构成不孝之罪。按照大秦律典来说，如果三天不给父亲吃饭就构成不孝弃室，但如果在家中祭祀亡父的时候有所怠慢，这并不构成不孝罪。所以讨论的结果是，这个女子背叛死去的丈夫无罪。于是秦始皇也按无罪下达了判决书。而如果把这个女子换成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太后呢？很显然情形是一样的，赵姬死了老公，跟嫪毐跟吕不韦私通，这在当时并不违法犯罪啊。而秦始皇你自己呢，把母亲囚禁，这是妥妥的不孝罪啊，按照大秦律是要弃室的哦。毛娇当年站在火锅旁边一定就是这么说服秦始皇的吧。秦始皇虽然很烦嫪毐和自己的母亲，但终究不敢带头违法，还是把母亲接了回来。所以破解了这个故事，是不是让大家对大秦法律也有了重新的认识？然而继续深挖了，原来这则记载不仅涉及到秦始皇本人，还帮我们破解了另一个更大的千古谜团呢。相信大家读秦始皇的故事的时候一定都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吧。史记中说，秦始皇本来想把皇位传给大儿子扶苏，但是诏书被李斯和赵高篡改，让大儿子扶苏自裁。当时大儿子正在北方长城和蒙恬将军一起防御匈奴，手握重兵，结果扶苏接到诏书立刻就相信了，蒙恬将军还在旁边苦苦相劝让扶苏不要冲动，但扶苏还是选择相信诏书，一秒钟都没有迟疑也不核实，直接自裁。扶苏是不是傻？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一定都有过这种疑问吧，这是封建愚忠的荼毒，还是不为人知的隐情？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告诉我们的原因，只是我们一直读不懂而已。很简单，这个原因就是法律。史记上说，李斯在篡改的诏书上写，扶苏为人子不孝，其次见以自裁。然后扶苏看到了这话就真的自裁了。我简直无法想象，你老爹说你不孝你就要自裁，这哪儿跟哪儿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出土文献，你是不是也豁然开朗了？不孝弃室，这在秦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刑法问题。三天不给父母吃饭就是不孝弃室的罪行，那扶苏究竟犯过什么不孝的罪行呢？其实这个罪行正是顶撞父亲。话说秦始皇34年的时候，他在咸阳宫里大摆酒宴，70多位博士悉数到场，席间一个仆役，也就是主管考核官吏们射箭水平的一个官员，他突然站起来拍马屁说，秦始皇您真是太伟大了啊，统一六国，驱除蛮夷，设立郡县，巴拉巴拉一大堆，拍的秦始皇是特别开心。但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叫做淳于越的博士不干了。博士也就是当时传承诸子百家学说的各种学派大师，他估计是儒家或者是道家倾向比较重一点吧。
反正就是很看不惯李斯这种法家，法家搞郡县，这和淳于越的理想冲突。于是淳于越就反驳说，别的我都不和你干，唯独这个郡县制肯定有问题啊，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始皇帝一个人来决断，你这是谋杀，是要累死武皇的节奏啊。所以武皇在下认为，为了减轻您的负担，有必要设立几个能拿事儿的王。秦始皇还是那套，自己拿不准的事情呢，就让大家集中讨论。结果讨论的过程中，李斯感到自己被针对了，就火力全开，用法律精神舌战群博。讨论到最后也是两个结果，第一，以后秦国百姓不要跟这些博士们学了，都学杂了，有必要统一思想，就跟官吏们去学法律就好。第二，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个政策呢，有必要把民间的杂书全部收缴，集中销毁。秦始皇听完以后说可，于是接下来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没想到吧，如此重大的事件竟然是在一场酒会上大家都喝多了以后做出的决定。但显然秦始皇的大儿子公子扶苏站在了李斯的对立面，他可能酒会上喝多了，错过了辩论，没有辩赢李斯，或者当时临时有事根本就没有参加酒宴，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总之他在王曰可以后呢，又数次找到自己的老爹直谏，甚至有些顶撞的跟老爹反映问题，希望老爹收回成命，不要被李斯忽悠了。但老爹一怒之下呢，罚他去北方戍边。这样扶苏其实犯下了不孝的罪名，如果让李斯手下的廷尉们来追究，那也是弃世的刑罚呀。但老爹让自己去戍边，这么看来反而是一种保护。因此当扶苏接到伪造的不孝诏书赐见制裁的时候呢，他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如此看来，秦国的廷尉、秦朝的法律还真有点上古科技的感觉啊，如何实行到如此严密的，哪怕是秦始皇，哪怕是大皇子扶苏，也不敢丝毫违背不孝弃世的条款呢。有人说，上古科技就像中医一样，都是通过极大量的具体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信条，准确的说应该属于今天的统计学范畴。包括秦始皇在法家、在郡县制的探索上，也是一个为后人积累经验的过程。秦朝就像一个拿着可行性方案迅速做大、迅速兼并六国的上市公司，原来的秦国一地可行的经验扩充到全国的时候呢，就像博士淳于越说的一样，这得把您累死啊。果然秦始皇死后，秦朝也迅速崩溃了。而崩溃以后的废墟上呢，刘邦、项羽包括丞相李斯，这其实又是三个实践者，一个想继续往前狂奔，自以为可以控制秦二世胡亥，可以用自己的法家理想去塑造一个钢铁国度，一个毫不犹豫的掉头往回，封了十八路诸侯王，自己是诸侯之首、西楚霸王，他想回到春秋时代的贵族格局。第三个则决心原地躺平，于是汉王刘邦重新启用了秦朝博士，兼容了分封和郡县，在大秦的尸体上建立了大汉朝。然而这三位实践者究竟有哪些秘密呢？如果大家感兴趣，请留言告诉我，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分享项羽和他的贵族骑兵、刘邦和他的帽子公司以及李斯和他的两只老鼠的故事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秦始皇真的能算出自己50岁大限吗？连三亿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是这个最吸引人呢？